我给你擦擦啊。别动别动，你眼睛上有根毛，我帮你吹一吹啊。是吗？在哪？住嘴！干嘛呢？你瞅你这一嗓子，吓得我差点没亲上。我要不喊这一嗓子，你俩就真亲上了。小妮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答应我啊？借我女朋友娜娜装成你女朋友骗你爸？你怎么还来真的呀？我这不是练习一下吗？我怕一会儿进屋以后露馅儿。练习呢？对啊。那行那行。那个。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，你对我能不放心吗？对你我放心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对我不放心呗？放心放心放心。没事，就是领娜娜进屋跟我爸吃顿饭，然后我就还给你，行不行？行，那你们吃，我在边上看看就行。我领女朋友回家跟我爸吃饭，你在旁边看，我怎么介绍你啊？你就说我是娜娜助理。有带助理回家见家长的吗？那得多商务个家庭啊。我不管了，行吗？你要不让我进去看，我就把事儿当你爸面给你捅破了。别伦，你别着急，你要看也行，那你进屋少说话，你别给我说露馅了，行吗？行。那我就进去了。等会儿，你们两口子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？哎，不是，明儿你再告诉我一遍，我进屋怎么说呀？我忘了。记住了啊。嗯。你是沈阳人。嗯。你是公司高管。嗯。你今年30岁。嗯，你是女的。废话，我们家娜娜还没到30岁呢。就我爸就想让我找个30岁女朋友，说女大三抱金砖。再抱抱，把我更年期给我抱出来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俩分开点，我就快点了啊，快点。来呀！哎呀！儿子，爸，哎呀！哎呀，大儿子，爸都多大了？你还阿姨好。那个，这是我爸啊。啊，叔叔好。没事没事，小妮儿他妈走得早，这些年啊，我是又当爹又当妈。是，当妈的时候稍微多了一点落下后遗症了。是，那个儿子呀，我让你给我带回个儿媳妇来，你怎么带回一男一女啊？你这是让爸爸给你挑一个呀？不是爸，那个这是我女朋友娜娜，那个是她助理。哦，来来来，快快，没事，屋里屋里，来来来，快进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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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来来来，进屋进屋进屋。哎呀，哎呀。坐坐，哎呀，娜娜哈，啊，真好，哪儿的人啊？沈阳人。哎呀，好地方啊！你干啥的呀？公司高管。啊，多大了？30。怎么样？好，哎，我押题押挺准吧？告诉你，这全用上了。属啥的呀？我属鱼。属鱼。属鱼，公司高管。对，就是公司里这个特别忙，什么事都管，什么事都得找他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老板，老板，开门不好，公司出事了，老板，你赶紧回去看看，老板。你喊什么呀？公司出啥事了？那个公司着火了。啊？公司哪着火了？公司后院着火了。后院？啊，你赶紧回去看看吧。后院不是游泳池吗？啊，对，就是游泳池着火了，水都烧开了。那你赶紧打119啊，孩子，快灭火去！对对对对，你赶紧去处理去吧。就是一会儿就删了，灭了灭了灭了，防火演习，我就是跟领导汇报一下。你看，哎呀，你们也没吃饭呢，那正好我也饿着，来一块吃吧。哎哎，这孩子怎么自来熟呢？不是那个你吃饭是不是有什么忌口啊？我没忌口，我什么都能吃。味精能吃吗？能吃。添加剂能吃吗？能吃。地沟油能吃吗？我就好这口，能吃。你能吃，你出去吃去吧，家里的饭不适合你。叔叔，那个我有个事儿跟你说。那个，不是，别，你在家吃呗，都来都来了，是不是？反正家吃不了也得剩。就是，剩下就喂狗了。来，来一块儿吃。坐坐坐。那个，我给你搬把凳子去。不用爸，没事，他个儿高，蹲着跟咱们坐着一边高。吃点吃吧，孩子啊！哎，吃吃吃！
给娜娜夹口菜。哎，谢谢。给娜娜夹块肉。哎，给娜娜夹块鱼。哎，你能不能自己夹？你总上娜娜碗里夹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让我蹲着吃，我也够不着我这桌的菜。那个孩子，要不你站起来吃吧。从我这个角度看啊，就一个脑袋在那儿吃饭，太吓人了。行，我站着吃。行，这个过年了，叔叔也没什么准备的啊，一个小红包，略表心意啊。好吧，这个不用吧。我看我第一次到家里来，不是，你别拿，白瞎了吧。行了，都别抢了。来，我帮领导收着啊。领导，我帮你收着啊。你帮领导收算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叔叔，我有个事儿。那个，收着吧。这个人特别踏实，放他那儿没事儿。行，这个镯子呀，是当年小妮儿的妈妈这个嫁妆啊，就等着什么时候我儿子有了儿媳妇儿，这就能传下去了。我看娜娜挺好，这镯子戴上。那个不用，不，戴上。叔叔，你太贵重了，这么贵重的礼物，娜娜不能要。本来是这个尺寸也不见得很。再说。他拿不下来了呢，怎么？你俩一个镯子一个红包，你俩就分了呗，贼不走空啊。不是，儿子，你来一下，我问问你，这助理和娜娜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他俩没什么关系，就是普通的同事。我怎么看着那么像一对儿呢？不可能，他俩怎么可能是一对儿呢？您家也太热了，这。这情侣装都穿上了，这还不是一对儿？那个不是情侣装，这是他们公司的制服。行，那个儿子呀，这回回家能多待两天了吧？啊，这次我能住到初七就走。太好了，你看啊，爸呀，把那里屋给你收拾出来了。今天晚上啊，你跟娜娜就睡那屋啊。啊？不行。怎么不行呢？啊，娜娜认床，她换个地方她睡不着。啊，对。娜娜认床，你怎么知道？那个，他听公司的人说的。你们公司的人全都了解娜娜的睡眠状况啊？那不是，就是娜娜人好，见谁跟谁说。那我跟娜娜一屋啊？不行。不行，那总不能让他们俩一屋吧？我觉得这个想法好。这听我的啊！就你们俩一屋，快！睡觉，睡觉！那个对不起，真不是，不是我们俩没结婚呢。哎，对了，没结婚那没办法，法律法律一个屋。没结婚怕什么呀？咱今天就结啊！快，你们俩准备一下，你给客串个司仪，来，我当背景墙啊！哎，小宁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我也没想到。说吃完饭就走吗？这怎么还结上婚了呢？我没想到我爸有这出啊！你就当配合一下我爸，哄我爸开心，行不行？啊，行，哄你爸开心啊！啊，别跟别人说啊！行，谢谢你啊，哥。行了，快点，司仪，咱们婚礼啊，现在开始。好的，新人一拜天地。哎，太好了。二拜高堂。好，完事儿。什么完事儿啊？拜完了还有呢，后边拜完该干嘛了？啊，那个拜完之后，王小宁和娜娜正式成为结拜异性兄妹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。停！你这孩子，你没结过婚，你还没看人结过婚啊？这词儿我都会，听我的啊，跟着我的口令走，来，一鞠躬。头碰头，恩恩爱爱到白头，再鞠躬，脸贴脸，百年好合到永远，三鞠躬，嘴对嘴，今生今世不后悔，亲一个，来，一起来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不能亲，亲一个。娜娜，这活咱不能干了，再干咱就成二婚了，咱就得镯子了，来，给人吞下来了。老爷子，这东西都给您放这儿了哈，这活我们不演了哈，走吧，娜娜，等会儿。这就演不下去了，我早看出来你们是演的了。好啊，儿子，长大了啊，学会骗我了。你成天说自己忙，
我真是怕你忙的有一天你连家都没有啊。爸，我这不是想好好奋斗几年，等条件好了就好好孝敬您吗？我知道我妈走得早，您一个人拉扯我不容易，我怕我结了婚以后就更没有什么精力照顾您了。儿子呀，爸担心的不是你的婚事儿，是你的幸福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爸，爸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明年啊，我一定给您领回一个真儿媳妇儿，然后给咱们家呀再添个小宝宝。拉钩，拉钩，拉钩上吊一百年。叔，明年啊，咱们两家子的婚礼一块办，您就给我们当司仪好不好？这就对了，以后不许耍这小聪明啊！我都多大岁数人了，什么事儿我看不出来？哎，叔，你怎么看出来的呢？不瞒你们说啊，当年啊，小妮儿的妈妈就是我找我哥们儿借的，后来才有的她。啊哎，妮儿，你这招是跟你爸学的吧？啊，不是，我一开始不是这么想的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对娜娜有意思啊？不是，怎么回事？你这必须得给我解释。不是你，听我说，你到底是怎么想？我对娜娜没有什么想法。